第二个问题，澳洲金钟学院法师们提的，面对现今的疫情，有些同学不怕，有些同学非常害怕，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同学？有些同学不要怕。有人问过，问我怕不怕？我不怕。帮助同学，同学向我，从早到晚，阿弥陀佛，快快乐乐。你要不随着阿弥陀佛走，你就胡思乱想。胡思乱想最可怕。我们从早到晚，许许多多的妄念从哪来？胡思乱想来，叫妄想。人要没有妄想，都自在；没有乱想，可以做得到。多想阿弥陀佛。想阿弥陀佛，每天多想佛，多念佛，多自在啊！你所害怕的这些妄念，越想越害怕。最后从小病变成大病，越想越可怕。有些同学问我，你怕不怕死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害怕。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生死的概念，每一天随缘过日，年岁大了，讲经讲不通，我非常重视继承人，所以我在50岁就非常重视栽培接班人。我可以不相信，经不能断掉，能讲的、喜欢讲的，我都把它提出来，一个个的培养的。我走了，还有这么多人讲的比我好。我很满意啊。问我你怕不怕死？不怕。真的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他为什么怕？我有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我不怕死。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们天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念出阿弥陀佛，我劝大家念佛求生弥陀净土，我自己也难不住。我也不住，
跟我学的人说我欺骗的，那我对不起他。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往生极乐世界的真有，天天都有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欢欢喜喜。佛跟我们说，凡事有因有果，唯一有因果的，因是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讲来讲去还是个心想。我想我们的同学学佛了，永远没有惧怕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说，前途一帆风顺，前途非常光明。学佛之后，念念求生净土，我们对于极乐世界清清楚楚，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。希望同学把生死看淡，把生死抓在自己手上，不是在阎王手上，在我自己手上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。好啊，面对大众同学，一同念佛求生净土，每天不缺功课，害怕的同学还是有不少，我们帮助他。往大树前自己不跑，他才能相信。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东西？这是我们的事。读经书背经典，能转害怕而成人为不怕，不怕到什么程度？自在往生。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娑婆苦，又何必要留念？你对于娑婆留念，所以你才怕死。对娑婆不留念，不怕了。所以面对
今天的社会种种不安定，我们都勉励大家不要害怕，快快乐乐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，一个都不会漏掉，信心决定一切，这个重要。大家身体比我好，要用功，要努力，要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欢迎我，我们见到无限的欢喜，一生的愿望总算是圆满了，活在这个世界活一天干一天，活两天干两天，往生极乐世界同学会跟着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，所以帮助同学作念功德很大，我去接他，他也来接我，绝不落空，绝不是假的。现在的热情，这些新闻不看，念阿弥陀佛，真实的帮助，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别的，佛来接我，菩萨来接我，同参道友好友都来接迎接我，深信不疑，他们确定来接我，是来接的时候比这个场面热闹，在来接的时候不要客气，要坚定心愿，信愿往生，